黑衣男子终于现身，空间转移，时光线剑，狠招进出。李组长，侦探事务所大结局。李组长，李组长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们害的。我才是绑架李组长的幕后黑手。可恶，看我的眉头一皱。你这招对我没用，来去哪去，我们对决吧。提着先分个胜负，胜负告诉你李组长在哪里。指挥官，李组长就叫这样子吗？我算你侮辱李组长。其实我看你是谁。组长，是不是你啊？这一切都是我安排，因为我已经知道所有的事情。二案也是。我在第一集的时候就说服他们。没走。因为我要试探你。结果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在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可疑，可是为了不引起的防范，我把资料全部带回去，回到家之后继续追踪。最后终于让我查到你身份，因此我就布了这个局。李组长，我投降了，任你摆布啊。李组长，那我去打仗啊，所以我希望你继续做我助理。真的吗？你只想看金钥，我就开给你看。不过对我来说，你比金钥重要。谢谢李组长，我马上分享给他。Win8 这个金钥果然真是言简意赅啊，有了它我就可以横行在 Win8 世界之中了。